家庭五金就是一整组，让你很简单，你唔免去找小找平安内无。全部今日清我买22间，啊，等一下实体的东西我们再看。微线、火线跟地线而已。那电视文老师哎，哦，我你有没有看到字？钢丝剪、安心线，我们来剪看看。小螺丝起子这些，有螺纹的，有螺纹的是较兴奋，伊较紫滑啦。全部今日清我买。啊，白同学在开箱东西哈，这个就是很直觉的试给大家看，会来哦，满足你的需求。嚯，对啦，人家爱来这米呀，就是22间。啊，等一下实体的东西我们再看。迷你的锯子，活动扳手，啊，一支钢锤啊，六角扳手哈，就上基本。伊这是切灰线、火线跟地线而已。那电视文老师哎，好啊，有你有没有看到字？水管夹，夹水泵布嘞，夹一挂水管，哦，也当活动，也当变大哦。这粒哦，这粒米球，它的大小就比较简单，我就基本的。再来，小螺丝起子这些，有螺纹的，有螺纹的是较兴奋，伊较紫滑啦。钢丝剪，安心线，我们来剪看看。做一支波线剪，边开关哦，拉格你个开关，伊这有刻度第几孔，我唔知嘛，你个夹地嘛，哦，啊就这样就可以剪开了。家庭五金就是一整组，让你很简单，你唔免去找小找平安内无。下单诶，网址我甲放伫影片内卡。哦，记得哦，哦，下单微支持白龙雪，谢谢大家，再来。